王静波老师你好啊，欢迎来到香港大学。谢谢。啊，我听说您最近呢，就从这个离开媒体，加入了这个春雨健康这样一家创业公司。您能跟我讲一下在中间这个做出这个选择的一个心路历程吗？哦，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因为我已经从事新闻工作有20年了。坦率地说，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做出的决定。在我心中，我原来是想把这个行业呢当成一个一辈子从事的行业。我的前辈中有钱刚先生、左方先生，我的后一辈中有很多年轻人，包括广大年轻人。因此我在这么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离开这么一个环境，确实是非常复杂。那像我们所知道的，现在整个中国确实是创业的大潮啊，席卷一切。那么其实呢，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是分两面看。那促使您做出这个决定的，其实您觉得最直接的一个动力是您想去拥抱这个浪潮吗？好像不是啊，是因为我在传统媒体工作的环境中遇到了三重考验。第一种考验毋庸置疑，确实是来自于管制，管制的压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确实我们又遇到了市场压力，第三个是新媒体的冲击，我个人认为呢，这三重压力都是我们在一线的新闻工作人员所难以克服的，所以最后我做出了选择。那您加入了互联网行业到现在可能这几个月，您感受到的一些新的冲击或一些新的收获是什么？确实有，就好像昨天会议中我谈到这样的，我确实看到了一种新的社会革命由技术驱动带来的我确实看到一种由技术驱动带来的社会变革正在祖国大陆北方的各个领域在发生。原来我做记者，我们一线的时候呢是扮演的是旁观者观察者的角色，今天我其实变成演员了，我已经跳上舞台去了，确实也获得一些新的观察视角，我用这个熏陶是蛮新鲜的，对我来说蛮新鲜的感受，蛮新鲜的经历。那您因为做人物周刊、做人物报了这么多年，那您觉得您对人物的这些一些观察、采访的方法，到您今天您说您自己成为演员，甚至说他已经成为您过去报道一个课题，你觉得这个很好玩，对这个过程，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感受。很好玩，一般来说呢，就说大家说你们是媒体人哈，你们出来创业或者加入一家企业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是一个好的新闻记者，你就一定是一个好的企业人，因为除非你说你从事的岗位是做技术、做 IT 啊，那这个东西很难办了。但是但凡于 IT 这个公司的这个岗位之外的任何一个行业，比如说如何判断大局、如何判断趋势、如何和你竞争对手相交流、判断别人战略，我认为你在从事新闻过程中，你的一些训练，比如说对大局观的判断、对人的判断、对细节的观察，都是当新闻记者所必备的才能。因此，如果你是好记者，你就一定是个好的企业人，甚至是一个好的创业者，我认为没有问题。创业事业能不能成功不知道啊，对。那您跟我们稍微介绍您现在从事这个春雨健康的这样一个创业公司，以及您在里边运用媒体在做的一些事情。OK， 好。春雨公司呢，它是一家国内目前来讲确实是领先的移动医疗公司。我们自己说，我们确实认为春雨医生它的主要战略是一手拉医生，一手拉用户，把医生和用户呢撮合在一个技术平台上，由医生在平台上和用户产生互动。所以我们自己描述我们的工作是，我们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甚至是世界上最大的医患沟通交流平台。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在互联网加医疗这个领域之外，春雨医生其实我认为它也是一家媒体公司。所以我其实还有一个，我们有两个团队，分别从事两个分众领域的媒体的内容的采集和内容的生成以及内容传播。一个叫春雨阅读，你可以理解成它，我的定位是它应该成为中国大陆未来的最好的健康内容的生产和传播商，这是它的定位。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个另外一个叫起点的媒体，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虎嗅的移动医疗版，也就是说虎嗅这一批科技博客崛起之后，
已经有很多人，很多人在这个分众领域做创新，但是那些好的与我们公司创新有关的，移动医疗，这方面领域呢，还有很多内容没有不知道从哪里出来。后来我们想，干脆我们自己做个媒体，所以我们目前这两个媒体呢，还已经有十多个内容编辑，甚至还有技术啊工程师人员，对，对，好。那也祝您在这个新的事业里面取得成功。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